活呗啊，和块面，咱晚上吃韭菜馅饺子啊，帮个忙。人人都有两只手啊，不吃闲饭当午走。喊啥呀？大补。喊啥呀？啊，上厕所都不让我消停啊？啊，你不知道我便秘啊？哎呀，一叫你干点活吧就便秘，我要让你吃可痛快了啊！来，帮着干点活。懒驴上套啊，不是屎就是尿啊，是啊，啊！哎，你咋骂人呢你？谁骂你了？谁骂你了？就吃这个破韭菜，这韭菜这玩意儿啥吃的？干啥呀你呀、啊？我就爱吃这韭菜，咋的呀？韭菜这玩意儿现在不能吃啊。咋不能吃呢？这个韭菜现在上面净虫子，它七一七二净农药，吃完落病，知道不？轻者上吐下泻，重者嗝屁朝凉。我吃了一辈子韭菜了，我也没嗝屁朝凉，净吓唬人呢你。你总得相信科学吧？啊，哎呀，无知啊，小鬼，不，无知啊，老鬼。你才老鬼呢、啊！你不吃拉倒，胆小鬼，啊，胆老鬼。啥胆老鬼？我告诉你。你要非吃不可那也行，你得把它彻底洗干净了，完了再消毒。哎呀，那当然了，我哪回不都洗得干干净净的，就像你搓完了澡似的。光搓澡还不够，我告诉你，还得给韭菜洗桑拿。啊？啊啥呀啊？啥桑拿？也就是说，你得按照我制定的那个卫生标准来洗韭菜，知道不？我跟你说啊，先把韭菜弄凉水泡20分钟。那当然了。再拿开水。20分钟啊，然后把它剁碎，然后上锅蒸20分钟，完事把它捞出来，把水分挤干了，那才能吃呢。哎呦我天，那还能有韭菜味吗？你净胡扯你！啥叫吓唬谁你？那要不那你别吃。干啥呀？我就吃咋的？跟你说啥呀你啊？就啥呀？不你要管我就吃。咋的？我咋的啊？干啥了？给我吗？干啥动手你？干啥呀你？三天不打上床揭瓦，我跟你说。什么玩意儿你？你给我韭菜。让你吃，让你吃，你给我，不让你吃，吃，哼，让你吃。好多有贵，给我摘了。干啥你？是不是欺负人？你干啥你呀？啊！我伺候你一辈子，我得什么好了？我吃个韭菜都不行啊！你不行！我跟你说，我在大是大非面前，我就是坚决不让步。你不让步是不是？对了，你不让步，我让步，我走，我回我娘家去。你啥哪回娘家去？哎呀，你娘家倒霉人了！哎呀，赶快投降吧，赶快交枪吧，你没有退路了。牛永贵。不一定家去，我离开你。妈，消消气儿吧啊！妈，气儿消消吧啊！你们俩谁也别劝我。哎呀，我跟牛永贵，哼，差6天，我们俩结婚就40年了。我终于离家出走了，我这辈子净受他的气了，我现在不受了，我吴琼花不怕南霸天了。妈，他不是南霸天，他是我爸。对，妈，他是南霸天，他不是我爸。哎，啊，不是，他是我爸。你看他像个当爸的样子啊？哎呀，看不上你季红，瞅不上这个小伟，瞧不起小玲的，他就是当老爷也不到位。每次跟君君玩军棋的时候，他都耍赖，还偷棋子儿，还偷喝这个君君的娃哈哈。妈，你太不像话了！太不像话了，我爸。最可气，他瞧不起孙明。哎呀，要对孙明采取暴力手段，动不动就说我把孙明那个小体格啊，小塑料体格，我给他打成烤鱼片。哎呀妈呀，真的？哪有这么说？妈，我坚决支持你与我爸的正义斗争。如果革命需要，请你下令吱一声，我会前仆后继与我爸血战到底，重整河山待后生。看见没有，继红啊，正
正义的斗争是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。爸，消消气儿吧啊！爸，气儿消消吧啊！你们少骗我！我跟他陈九香结婚呢，差六天就四十年了，他还给我玩一回离家出走，吓唬谁呢？我这回我还就不怕了。我跟他这几十年，我受气我受够了，我这回我还就不受了。我李莲英，我还就不怕他老慈禧了。我，他不是老慈禧，是我妈。对，他是老慈禧，他不是我妈。他是我妈。有他让当妈的吗？哼，数了季红，啊，诽谤小伟，啊，贬低牛小玲，啊，别说他当妈不够格，当老他也不够格，对吧？跟军军打扑克，经常耍赖，对吧？藏大小王，还偷吃孩子喜之郎。我妈也太不像话了，太不像话了，我妈。你妈还经常呢，污蔑人家孙明，对人家孙明进行人身攻击。说啥了？说你是汉奸头、小白脸、睁着一对三角眼儿。哎呀，说你长那样吧，离好人就差老远了。真的？不，哎呀，我妈咋这么说我呢？爸，那她要这么说，我坚决支持你和我妈的正义斗争。如果革命需要我，请你下令吱一声。我就是前仆后继，好男也要和你斗，重整河山我带后生。听见没，季红？听见呗，啊，正义的斗争那还是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。嗯，别提了，我跟你说，就我是吧，没眼力见儿，我们开家庭会议呢。你胡给我烫。就我哈，对咱爸那绝对是口若悬河。嗯，你姐对咱妈那是语重心长，可怎奈咱爸咱妈铁石心肠，无动于衷，而且两个人要是一比高低，还要一决雌雄。哪用决呢？咱爸就是雄的，俺妈就是雌的。不是，小伟你咋说话呢？没大没小的。干什么呀？姐夫，你这次哈劝那个大宇大妈和好，你得动中格的。那是，你不能像上次劝小伟跟大宇和好，永远是调和，是挑拨呢。也对，我是那人吗？是啊，我能干那事儿吗？能啊。姐夫，我希望你呢，在咱爸咱妈结婚四十周年纪念日来临之前，让他们肝胆相照，和好如初。要看你们仨对我这态度，说明我身上的担子还很重啊。你们放心，我孙明绝对愿意为咱爸咱妈的和好抛头颅洒热血，是肝脑涂地。如果不能让他们和好，咋的？那我就再一次的离。啥啥玩意？那我也太笨了。不是跟你们吹呀，我是谁？谁是我呀？孙明就像一把火，不出三四五六日就让咱爸咱妈变一伙了。翠花，给我弄点吃的。姐夫，都啥时候了，厨师都下班了。哎呀，你别吃了，姐夫，你就发扬一次上甘岭精神呗。咱使唤人不给饭吃啊？虐待呀，摧残呐，咋能这样对待一个和平使者呢？同志们，你们这么做那简直就是犯罪嘛！姐夫，那啥，我们仨呢，反正啥招都使了。嗯。哎呀，我爸就是不服软。这么的，你但凡呢，要是能让咱爸咱妈和好了，以后你在我这边可劲儿吃，随便吃。哎呀，可是你要是劝不好呢？咋的？哎，妈呀，喝口水啊！哎，老啊，吃个苹果。我不行，我是我吃不下也喝不下。你妈，那你哪不舒服啊？哎呀，我心里不舒服。我这都干活干习惯了，伺候你爸都伺候习惯了，这冷不丁的我说啥活也不干，你说，哎呀，我这个不习惯呢，我说。
我就觉着浑身上下都不自在呢，也说不上啊，我是肚子迷糊还是脑袋胃疼。我看啥也不是啊，你现在要马上回家继续做家务伺候我爸，我看就啥病没有。是咋的啊，我咋那么坚定啊，老伴老伴嘛，不打不闹不是伴，你看这儿女再好啊也不如你跟我爸在一块儿，说呢？对，别看在一块老打，但是谁也离不开谁，那就跟孙猴子和捉戒似的。啥呢？啥玩意儿啊？妈，别听孙明瞎白话。嗯，我看呢，你还是早点回家。你说要不我爸急出点啥病来，你后悔都来不及。嗯，这俗话说得好，秤杆离不开秤砣，老头离不开老婆。我才不回去呢！你爸要是真惦记我呀，他就用八抬大轿来抬我啊，否则呀、啊、没门儿啊，我不回去。哎哎，老吃苹果。哎，对，老吃苹果。哎，对，老吃苹果。孙明啊，你倒是快想点办法呀，你咋能看着我爸妈这对老孔雀东南飞呀？我有啥办法呀？你还没看出来吗？咱俩现在就好比是弱智与痴呆下棋。啥意思啊？都没招。没招你得想招啊，反正我不管啊，你必须要在我爸妈结婚4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让他俩和好。你咋还不去呢？我去，我上哪儿去？去劝我爸呀，让他来接我妈。这能劝得了吗？咱爸现在正在气头上，你说他要真是一气之下不把我塑料体格真打成烤鱼片啊。孙明啊，你去不去？我要在一气之下不但把你打成烤鱼片，还要把你变成鱼肉松，信吗？你信不信？哎呀，牛永贵呀、啊、牛永贵，老东西，你咋那么烦人啊？嗯，陈九香啊，陈九香，你这个老东西，你咋就这么可爱？像我不一样，一笑起来还两个眼珠子瞪得溜圆，姓张飞似的。就你那熊样，一笑起来。丹凤眼往上一挑，你嫌你是貂蝉呐你？你真不应该把韭菜锅扔了，你就不能好好的跟我说呀？啊？你跟我耍什么军阀作风？你真不该一甩手就走了，你就不能给我个温柔的台阶吗？嗯？你以为你慈禧太后你？哎呀，你呀，你要想家你就主动回来呗。你要想我就主动来接我。我不接你，我不就是怕掉价吗？对吧？哎呀，我不会这样，我是怕磕碜。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们家祖上是山东巨县酱醋，你就不知道我的脾气驴吗？跟我搞对象的时候你脾气咋一点不驴呢？可温顺了，哎呀，就像一只小绵羊趴在我的身旁，妈等着我挥动皮鞭轻轻地打在你身上。哎呀，继红回来了。继红啊，你别劝我回家啊，你爸要不来接我吧，我誓死不归。继红查电表的、啊、哎，小玲回来了。我告诉你说，小玲，你还不用劝我接你妈回家，你妈要是不回来啊，我就死等。查电表啊，说说吧，你们那边情况咋样？姐夫，嗯，我们在老头那嘎又做了最后的努力。哦，以失败告终。
关键大爷的革命意志那太坚强，抵挡住了我们猛烈的糖衣炮弹。哦，外加美人计、肉计都用。还糖衣炮弹？现在除了咱妈，咱爸瞅啥都是苦的。哦，使美人计，那你们是找错对象了。咱爸心里最美的就是咱妈，苦肉计。就他俩那嗲样一瞅就假的，咱爸你们还不知道，那就是蛮不讲理，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。哎，你说啥呢？咋的了？不许这么说咱爸，留神我跟你告密。其实咱爸心里还是想着咱妈，那嘴上吧又不愿意表达，那纯粹是猪八戒照镜子，里外不是。哎，咋的？你敢说咱爸是猪八戒是吧？你是不是怕我告密？我谁告你密？哎呀，啥玩意儿啊！我咱爸就告你们俩。你听见了吧？咱爸干啥？干啥？干啥呀？那咱爸那边的事儿你没弄明白，咋还互相咬起来了？刚咬了一嘴毛呢。哎，我就说你们做那是不对的。那个，咱妈那边情况咋样啊？有我在呢，你说咱妈那边情况，那当然是好了，和咱爸也差不多。情况吧是这样的，咱妈呢也是嘴上横心里软，就为顾及那张脸，但是有点松动的迹象啊。你姐可说了，说咱妈在梦里边喊了，喊啥了？李掌柜，我爱你。后来又喊了啊，李掌柜，我喊你。到后来又喊了一句，李掌柜，我又爱又恨，我全为你。行了，姐夫，行，咋回事？你这又三吹六哨，胡编乱造的吗？那人嘛，是啊，我能干那事儿吗？能啊。哎，姐夫，我可告诉你，还差两天，可就咱爸咱妈4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了。该咋地啊？你赶紧漏勺喝汤，捞干的。好。听这话你对我还是蛮信任的，那我就捞干的捞。如果你们同意我的方案，嗯，我保证让咱爸咱妈在结婚纪念日那天重坠爱河。哎，姐夫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对，二五眼开枪，你就照直崩吧。那我就照直了崩。快说吧，我的方案是这样的，嗯，对咱爸采取调虎离山，对咱妈要引蛇出洞，然后啥意思？哎呀，还不明白呀！赶快让翠花给我弄俩菜，再告诉你们。哎呀，爸！哎呀，爸呀，我跟你说我妈的事儿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千万别劝我去接你妈，我跟你说，不可能，我绝对不去接。你想接也接不成了。嗯。我妈她住院了，啊，住院，有啥病啊？都怪你，相思病。我去看看。站住！大夫说了，现在一律不准探视，尤其是你，更不能去，以免我妈看见你受刺激。只能等到晚上了。这里边有地址，按照上边的要求，准时到达。咱们到那儿会合。哦，对了，去的时候把自个儿打扮得漂亮一点，别到那之后让我妈看见你，由于她的不在，你把自个儿弄得像那要饭的。我走了。啊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像要饭的。杜家，都怪我。我好后悔呀。哎呀，哎妈呀，妈呀，我也跟你说说我爸的事儿。别跟我提他，他要让我回去啊，他亲自来接我来。我爸他想接也接不了了，他有病住院了。啊，有病了？什么病啊？相思病呗，都怪你。哎呀，我的老伴儿啊，你要是真想我，你就来接我呗。哎呀，我得去看看去。站住！咋的？大夫说了，现在一律不准探视，尤其是你就更不能去了，省得我爸看见你受刺激。只能等到晚上了。啊，对了，这里边有地址，按照要求准时到达。
咱们到那儿定。哦对，去的时候你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，别让我爸看见你。由于他的不在，你把自个儿弄得像老疯婆子似的。我走了。孙明啊，你放心吧，我绝不会像老疯婆子似的。永贵呀，永贵呀，我的永贵，都怪我不好啊！我好好的难过呀。那这是哪儿啊？啊？哎呦我天妈呀，这啥地方啊？这是啊，荒郊野外的，怪吓人的啊。这好像是咱俩相对象那会儿第一回约会的地方。哎，我记不起来了。你看这大柳树，反正我就记着吧。当时你就像一只小绵羊一样趴在我的身旁，你看，等待着我用皮鞭轻轻地敲打在你的身上。哎，一晃40年了啊。哎，老伴儿，要不咱俩还像40年以前那样？为啥呀？缺德的你！当年吧。这啥呀？哎呀，缺德事儿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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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